心肌缺血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心脏啊这个器官给心脏这个器官供血的血管产生了狭窄或闭塞，使心脏本身这个器官啊造成了缺血导致的症状叫心肌缺血。它的症状呢，往往第一个就是心绞痛啊。心绞痛呢，它典型的症状就是胸骨后的疼痛啊，尤其在活动以后啊，产生胸骨后的闷痛、发憋啊，休息以后或者含氟硝酸甘油以后啊，这种胸闷、胸疼、发憋的症状缓解，这就是心绞痛。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症状心绞痛。另外呢，还有是气短啊，乏力，比如说尤其在活动以后啊，被迫啊停站立。被迫蹲位。